지내? 那我们多找一些这个红色，这个草也蛮有趣的。哎，这个可以，它可以成为中间的嘛？这个可以从中间接出来的，那我们就拿那个，对，留着。那这个嘞，这个要不要参与我们的？这个还蛮有趣，因为它的线条不一样，对，蛮有趣的。这从哪里来的？从这一颗啊？都有很多颗，还蛮好的。那我想起当兵的时候，因为当兵有一个课就是要叫你伪装，看你在那边弄草。他真的伪装之后啊。